好了，重新回到第二局的比赛之中。现在是双方在大分上，前面四盘是打成2-2，现在是打到第五盘，男子双打。第五盘的第一局是蔡云跟何汉斌以1-0领先。漂亮，何汉斌在前面这第三拍的时候是做得非常及时，判断到了对方回球的落点。那么八一东陵粮油俱乐部队的在2月17号第二轮的比赛里面是到客场去挑战江苏尤尼克斯队了，而广州越野恒大队呢在下周星期四2月17号元宵节那天的下午1点是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迎战上海自卫客队。我们也在这里再强调一次，2月17号元宵节广州越野恒大队将会在天河体育中心迎战上海自卫客队。非常漂亮，张兰这一个球没有被蔡云给欺骗，蔡云在往前是轻放一点，但是准备上网的时候，张兰是推了蔡云一个后场空档。在第一局的中后段呢，广州越野恒大的张兰跟陈志斌曾经有2分的领先啊，但是最后呢没守住，最后16-21先输掉了第一局。现在第二局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刚刚可以看到这个球，蔡云在接完对方发球之后是连续的补了3拍，证明他在往前这种意识和对对方这个球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守不住了，这个球陈志奔在对方何汉斌的大力进攻之下再输1分，4-3。那么八一东陵粮油俱乐部呢引进了蔡云，也是希望能把他的男双加强一下，因为在去年在上一个赛季呢是何汉斌和何汉卿那队相对比较弱哦。对，所以有了蔡云之后，他们这个调兵排阵呢、啊，就是好用多了，好用多了，并且他们的双打要连起来，这个优势是已经存在了，并他们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对他们的优势加一个男双，对，他们是这么算分的啊。但是今天他们在混合双打里面先拿下1分，所以但是在蒋艳角，我们广州粤语呢又引进了卢兰，刚好就把蒋艳角给打下了。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有这个2分的明显优势，他的混合的这样团体出来还是不错的。对，他在男单、女单、男双。因为在上一年2010年的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时候，他们在末段第二循环打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在这个淘汰赛里面，他们反过来是这个没有打好关键的比赛，使到他们是在上一年的比赛中是输给湖南啊，对，是只拿了第3名。蔡云这个自己也只能够一脸无奈啊，对他苦笑。他也意识到这个球可能会界外，因为补上去对方回过来球太急，他挥拍用的时间就稍微多了一点点，这个球就变成上上了。何安兵降低重心，企图呢是用平挡打过去，对，他想去在前场去截击这个球，但是不成功。再比划一下，再做一次动作，运动员都有这个习惯，动作没做好，他就会下一次呢会自觉，很非常的自觉的再做一次。刚才、那个、反过来，陈志奔是没有这种感觉，打完这个球之后就显得很懊恼。张兰在前面是补这拍补得非常好，他由于在北京队他们长期有这种配合的这种习惯，所以在连续上他们是做得不错的。因为
现在就张楠名气稍微在这几站的表现比较突出啊，稍微站露头角了啊，特别是在混合双打里面。但是要算名气呢，何岸斌跟蔡赟呢到底是名气比较大，因为张楠确实他在进攻上面他有他的特点，所以如果对方对他的球不太熟悉的话呢，就显得很容易就被他欺骗了，因为他的进攻不是很发力，但是他落点打得相当好，如果对手跟他研究透了，他这种优势啊就可能会稍微就没那么明显了。那么上赛季替广州粤语效力的郭振东跟洪伟呢又转会到上海，下一场2月17号广州就会对上海。的时候呢，互相的你一分我一分，现在双方都在平抽档上做文章。因为现在的男子双打的防守能力很强，如果一味猛攻靠蛮劲的话，是很难取得所谓杀球必赢这个说法，有点过时。对，如果对方是守得很好的话，你并且还会变线，还有变速，你这种进攻是吃力不讨好了。对，变成是落，一个是讲究落点，一个是讲究力量。如果是一成不变，一味的这样猛攻，浪费体力。如果对方能守住的话，你这种优势啊就会减弱很多。界外差一点点，有点勉强。蔡赟这个球直接打完之后也开始笑。这球不应该这样打，因为自己这起跳已经晚了。有时候会急于求胜啊。今天这个比赛打到第二局，双方的这种前半场这种比拼啊就少了，但是攻防就变成多了。对。但是攻防又显得略微单调啊。对，没什么变，攻防看起来是没有这个在中半场这种比拼这个好看的。其实咱们现在中国男双也是缺乏印尼跟马来西亚的那种中半场跟前场的那种能力啊，刚好是缺这一项。对，关键是男子双打的中半场跟前半场包括发接发这个环节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就在这个方面是跟人家的意识相比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差距。是除此之外蔡赟在这里呢是表现得最好的。只有一分的差距，进入第二局的。